汉语中的咸菜型是指待人处事。汉语当中的咸菜型指待人处事如何 ？C， 其实咸菜在客家菜里面是非常重要。其实任何菜都可以来搭。很贵呢。很贵的，很贵哦。很贵哦。我觉得客家真的蛮好，刻苦耐劳这四个字我觉得很合理耶，你看我们两个就知道了，我们也很优秀呢，我们很会哦，很会哦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